村长爷爷，坏人走了吗？别怕，孩子，咱们村出过魂圣，现在又出了你唐三哥哥这个封号斗罗。那些妄想侵略天斗的武魂帝国坏蛋，不敢再来了。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爸爸去嘉陵关打坏人了。等把坏人赶跑，我们一起去村口看爸爸凯旋，好不好啊？好。可是爷爷，我的眼睛还能再看到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有你唐三哥哥在，你一定能再看到的。天斗帝国一定能战胜武魂帝国。刚刚梦中那幕是什么？时机终于到了。戴老大，三哥成为海神，我们也终于成为封号斗罗。嘉陵关那边的情况也不知道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那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修罗魔剑要纠缠你接受修罗神的传承？是，但我还是拒绝了。
既然修罗魔剑让你这么痛苦，不如让我来为你分忧，试试修罗魔剑会不会选择我。小五，你要想清楚，选择接受修罗魔剑，有可能会获得修罗神传承，但修罗神传承的难度恐怕还在海神传承之上，我怕你有危险。哥，就算前路艰辛，我也会勇敢地面对它，解决它。而且这对我来说还是可以和你长长久久在一起的机会，就让我试试吧。修罗领域，跟着修罗魔剑融入了小五体内。小五，你怎么样？为什么修罗领域没有随着修罗魔剑完全进入萧武体内？难道修罗神有别的打算？修罗神神奇考验的提示音吗？没有。哥，怎么了？我感受到千仞雪的神念，此阵迫在眉睫，你们尽快赶回镇守嘉陵关。我与千仞雪的战斗结束后，就立马赶回与你们会合。放心吧，我一定会小心的。事不宜迟，我们就此分别。哥，一定要小心。血刃瓦解武功地库，免得生灵涂炭。唐三，你终于成就海神，拥有了与我一战的资格。帝国近来蠢蠢欲动，不是派出小股军队骚扰我方，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了。他们也等不及了，嘉陵关城门下一次开启之日，也是两大帝国决战之时。不错，我已经命军中严加戒备，随时迎战武魂帝国。希望嘉陵关现在的局面
能趁到小怪物们回来的那一天。前面就到江陵关了，这些尸体不好，我们要赶紧回去汇报给大师。李碧东，你还回江陵关干什么？你已经被夺取统帅之权，没有得到少主的赦令，你无权返回，更没有资格坐在这个座位上。李碧东，你真是太放肆了。人，死了？怎么会？你对他们做了什么？我们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再次为陛下征战。二哥，他们比生前还要强。你们在向我叫嚣的时候，也要看看周围局势的变化。难道你们没有发现嘉陵关的异常吗？嘉陵关的尸体是你搞的鬼。双方将士的尸体一夜之间消失了。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还不明白吗？我即将成神，在此之前，我需要你们助我征战天斗。我们为何要帮你？战胜天斗不一直是武魂帝国的夙愿吗？我知道你们对千仞雪很忠心，只要你们助我战胜天斗之后，我便会将王权交还给千仞雪。甘心交出王权？王权之于神位不过是浮云，何况千仞雪还是我的女儿。这次我们同为神祇，可以来一场公平的战斗，但我希望用神之战决定两大帝国的命运，两国的将士也可免去死伤。输的一方，其所拥护的帝国不得再发动战争；赢的一方，则不得欺压另一方百姓。好，唐三，这是神与神之间的约定，谁也无法更改。
天使，寂寞，黄金十三祖第十式，海之阳。神器，天使耀阳。神器，海洋圣殿。上一次嘉陵关大战，我方损失惨重，再贸然征战天斗，恐怕会……你们只管出兵，届时帝国自会拥有一支无往不胜的骑兵。战场上的尸体都变成我方的亡灵军团。不错，如果你们还在犹豫，那我再给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在我成神后，还可以将千道无咒。秘密洞，你真是疯了。显现紫黑色光芒，呈圆形覆盖了整个嘉陵关。还有人安装在嘉陵关留下一个巨型法阵，尸体在一夜之间消失，应是此阵的首领。可对方为什么要布下这样的阵法呢？人都已经死了，要尸体做什么？是比比东，他正在用一种古老邪恶的方法开启成神之路。嘉陵关又将是一场腥风血雨。我的子民呐，在我的护佑之下，你们的荣誉将化作利剑，性命将化作盔甲。你们的灵魂生生不息，你们的斗志连绵不绝，冲啊！冲向邪恶的敌人，守卫美好的家园，杀无赦。将士们，守住天斗帝国的每一寸土地。
这就是双方将士们的尸体在一夜之间消失的真正原因。这些尸体变成黑雾消散后，被地底神出的法阵转化为能量，加速地底中成神的步伐。这个法阵被称为死亡螺旋法阵。比比都要成为神，便是传闻中掌控治邪之力与怨念杀戮的我查神。我即将进入传承之谜，嘉陵关就先交给你来见证。一旦比比东成神，我们八分就打了，必须尽快拿下嘉陵关。他果然厉害。是，你们武魂帝国是人利用战死的士兵来帮助比比东成神，臭不要脸！对于战死的士兵而言，这是他们的荣耀。你怎么不去死一死啊？还罗刹神，吞噬他人性命的神也配叫神？我看不如叫水好了。二元素，他们要跑，将什么随我来。
李碧东，你究竟要做什么？比比东成神，竟然还能转变为亡灵军团。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二哥，我们不用加入战斗吗？我们在嘉陵关督战即可，剩下的就交给他比比东吧。这些亡灵都是昊天宗弟子。尸体除了能加速比比东成神，竟然还能转变为亡灵军团，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罗刹神之力，you
死的阐释越多，对武魂帝国越有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皇师，撤兵吧。撤兵已经来不及了，眼下战是死，一战也是死。就算我们停下，武魂帝国也不会停下。这是一场豪赌，不能撤退，更不能投降。只有获胜，才有一线生机。本可用神之力代替人之力，比比登却擅自发动战争，甚至令死去的生灵都无法安息。三哥，哥是三哥，小三。千仞雪，今朝生灵涂炭，皆因武魂帝国而起。你还要继续为虎作伥吗？事已至此，我更应该尽快打败你，重新接管武魂帝国，方能终结战争。唐三，受死吧！这瓶三十年真酿为您而开。什么？
黄金十三级第三式，一去不返。所有人在比比东成神之前拿下嘉陵关。是。昊天九绝，大须弥锤。完没了了，那是雷渡杀了宁王。竟能让亡灵军团石化，是美杜莎头骨。我也没想到这招竟能遏制亡灵。美杜莎的凝望来源于我的美杜莎头骨技能，可以将一切物质石化，也可以将封号斗罗以下的魂师释放的能量石化。我明白了，亡灵军团受罗刹神力量所控，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能量的载体，我才能够将其石化。若要阻止亡灵举鬼斗罗，必须运用更强的力量才行。原来是这样，接下来是要用美杜莎的凝望控制住亡灵军团，这场死亡螺旋就能停下，比比东也就无法成神了。不行，这对前辈您的魂力消耗太大了，你的身体恐怕……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你能惹怕坏了武魂帝国的好事。亡灵军团听令，击杀独孤国。所有人保护独孤前辈。是是。月光和鬼魅交给我们。亡灵军团必然会让陛下获得胜利。胖子，第九魂技，九宝无敌神光。第九魂技，寒
凤凰涅槃。有我们在，独孤前辈，您尽管出手。与人通力合作的感觉，倒也还不错。太好了，死亡螺旋发展的运转速度正在变慢，拖延了比比东的成仙之路。老师正在与千人血死斗中，我们必须抓住机会。收降听令，一鼓作气，拿下嘉陵关。是。不行，独孤前辈的活力消耗太快了，再这样下去。尝尝我的地球魂技，扭转乾坤，算时长。他们的魂力居然同时回到巅峰状态。美杜莎的冥王消耗了独孤国大量魂力，虽有宁宗主、蓉蓉和小奥三人辅助，但如此大面积的技能释放，不知还能撑多久。独孤前辈，您魂力消耗太多了，剩下的交给我们。老夫没事。法阵马上就要停下了，不能让他拖慢陛下重生的进度，不惜一切代价除掉独孤国。菊花关，咱们已经有数年没见了。老独孤，陛下一定会欢迎你加入亡灵军团的。菊花关，比比东向来视你为棋子，甚至在你死后还要进一步控制你成为傀儡。若你今日神智尚存，也会为自己感到悲哀吧。不许侮辱陛下。今日我就封住这个破阵，也不枉你我相识一场。这美杜莎的名字根本封不住我的动作。美杜莎的绝望，怎么可能？这一招怎么样？菊花关。太好了。马上停止了。美杜莎的绝望竟能完全覆盖整个战场，真不愧是老怪物。大战过后，我一定要找机会好好和他叙叙旧。独孤前辈，
有来往。你是古斗罗之称，名扬大陆，世人畏我三分。二是我性情孤僻，不愿与人有过多瓜葛。今日能与诸位共战一场，是我之幸。独孤博以生命为代价使出美杜莎的绝望，也虽不辜负他独斗国的名号，但胜利终将属于武魂帝国。这老废物在你心里的分量还挺重，若非你因他的死而灰心，我这一击怕是没这么容易得手的。海神之心，即便你已经是神，也不脆弱。比比东杀死了海神，仙刃雪，你还在犹豫什么？哼！快走，我们断后。谁都走不了今夜之道。不好，有一道无形的墙。好像有一堵造不穿的墙。上来也找不到可以突破的地方，周围也不行，我们必须想别的办法。无影无形，无边无际，坚不可摧，这就是神之屏障吗？唐三是帝国最大的，眼下你我必须联手将他彻底铲除。他说的没错，我不能让帝国统一大地崩溃。我答应与你联手，至于我们的恩怨，就等杀了唐僧后再做了断。凡人的剑是无法伤害神的。凭你们也敢卷入神之战场，不自量力。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方有一线生机。灵魂之力，双神不灭，兵戈难止，黄金十三级合一，海神的黄昏。天地一心，机会只有一瞬间。
现在。一切交给你们了。灵魂溃散，心脏破碎，就算是神也必死无疑吧。陨落了！我大神威武，陛下万岁！天斗无神，败局已定。顺我者生，逆我者下场就如同现在的唐三。明日午时，若不投降，我必将血洗天斗。唐三被杀，天斗帝国必定不会投降。所以这种时候，你难道不该以大局为重，与我再次联手对敌吗？联手？你这种极度自私的人，只不过是想趁机利用我，掌控我罢了。如果我自私，我便不会在六大供奉面前许诺，待战胜天斗之后，定会将王权交还给你。许诺，我根本不信，因为这是你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一贯如此。我是你的母亲，血浓于水，你别忘了。从来就不是一个母亲。死而复生，并非绝无可能。什么？您是说？您是说？如果那个传说是真的，或许我们还有一线希望。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两位顶尖的辅助系封号斗罗，行医济世，救助万民，
终于突破人类的境界，晋升成神。而在成神后，原本武魂并不相容的他们，因为心意相通，竟练就了一招可以生死人肉白骨的武魂融合技。我竟未曾听说世间存在辅助系的神器。辅助系魂师的修炼极其困难，修炼到封号斗罗境界的已是寥寥无几，且为了保全自身，往往与攻击系魂师结合，鲜少选择同是辅助系的。难道我和蓉蓉晋升为封号斗罗时，都曾接受来自神奇的传承旨意，而那时出现的食神与九彩神女极有可能就是叔叔提及的两位辅助系的神奇。那小奥和蓉蓉是不是也有可能修炼出复活类的武魂融合技？武魂融合技原本需要武魂上的互补和完美的搭配，但食神和九彩神女能够跨越武魂的障碍实现融合，说明他们的默契已经远远超过了武魂的不相容性。事到如今，哪怕复活神奇比复活人类难上千万倍，我们也必须放手一搏了。小五，我们不敢向你保证，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和小奥都会拼尽全力。我从不相信奇迹，但是如果这世上真的存在奇迹，求你赶快降临吧，求你。情谊是人间最珍贵的宝藏，神奇本不该插手人间之事，但继承者陷入困局，我们也只能破例点拨一二，能否成功还得看你自己吧。武魂融合技，复活神功。小奥和蓉蓉的魂力要撑不住了，快，六位一体。放在你的
神魂濒临粉碎，即刻随我深入神界，否则你将彻底陨落。不，我还不能走，大家正在为我的死亡而痛苦，武魂帝国的威胁依然存在，小五的生命危在旦夕，我怎么能一个人离开？修罗神阁下，我想返回人间。不可能，海神身体已经消亡，天亮之前你的神魂若不能抵达神界，亦会灰飞烟灭。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吗？小怪物们的魂力都耗光了，尤其是小傲和蠕虫，现在的身体恐怕还不如普通人，魂力起码一个月才能恢复。只要三个能回来，这不算什么。但是，为什么小三还没有醒过来？伤口完全愈合，皮肤恢复温热，本来说应该成功了。不，还没有成功，哥还没有心跳。身躯已经复原，小三却没有醒来，说明他的神魂很可能已经被比比东击碎，无法唤回。神唐三已死，但你可以作为修罗神而活。成为修罗神的代价是什么？你作为唐三的过去都会烟消云散，人间的情感将不再成为你的牵绊，你的心中只剩下纯粹的神性，这代价未知你情。灭情。哥，你的头发也乱。已经下定决心了，你在另一个世界等等我，我们说好再也不分开。小五，无论你去哪儿，我都与你生死同行。小五，你是想……黎明将至，今日的未来为你。所有记忆，可如果不灭尽，他们就会……天斗帝国绝不向仇敌卑躬屈膝，时限已到，元帅出征吧。陛下，能效忠于天斗，效忠于您，老臣此生无憾。哪怕另一个世界是无尽的虚空，也会凭借灵魂的牵引追寻你，找到你，一起生，一起死，永不分离。生死长夜，情势轻重。唐三，做出你的选择吧。我的选择从来都只有一个。来吧。
说是真的，奇迹真的降临了，成功了，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怎么可能，破碎的神魂居然还能重聚？他没有死，他又回来了。他回来了。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死。看起来很不一样。虽然不知道小三经历了什么，但他能撕裂生死的界限重返人间，必定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代价。给他一点时间。这都不重要，哥回来了。老师竟然被唐三击败，怎么可能？复活后，小三不仅像是变了个人，能力竟也突飞猛进。难道小三能够复活，是因为继承了修罗神？他已经不是当初的海神唐三。少主，你想说什么？再这样下去，武魂帝国恐怕会满盘皆输。如果比比东对付不了唐三，我会接手战局，斩杀唐三。我一定可以战胜他。可是，比比东是你的母亲，如果他被唐三杀死，你难道忍心吗？放肆！他不是我的母亲。事到如今，我也不再隐瞒。如果你知道他厌恶你父亲的原因，也许就能明白一切。不可能，这不可能。这段往事，不管是对你母亲，还是武魂殿，都是不忍回首的。你不要怨恨他，他为武魂帝国而战。修罗，无尽枷锁。他的气息虚无缥缈，根本无法捕捉，无法防范。他已经比我高出了一个境界。他怎么了？你来了，很好，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他隐藏的弱点。我不能看着你输掉整个武魂帝国，这次就跟你再度联手，一定要绞杀他。但你记住，我所做的一切并非为了你，而是为了帝国。他的体内怎么也有修罗神力？哥，
兄愿跟你站在一起，哪怕必须再等上十万年、百万年，我也愿意。我叫小五，跳舞的舞。我能不能不叫你哥哥？小五也发誓，永远也不离开哥，就算是死也不离开。哥，你要记住，如果你死了，那么我也会陪你。要是有一天，有很多人想要杀我，那些人又是你打不过的，怎么办？回来，我怎么忍心让你等我十万年？我的小五，原来这才是修罗魔界选择我的真正用意。哥的修罗神器并不完整，修罗神想让我成为哥的剑鞘，一起承担修罗神器的冰冷刺骨。修罗魔剑的锋芒将通过我们得到彻底的释放。一个人类怎么可能跟一位神融合？他补全了修罗神奇，一体双神，这怎么可能？罗刹神兵更多，天使神亲人员，你们身为神奇，却掀起战争，使生灵涂炭，接受你们的惩罚吧。这是我和小五的武魂融合技，双生共存。蔚然如巨兽，吞天噬地，安然于无声，揽苍穹入怀，海神之境。战斗吧，让你们领教下我的公平战斗吧。人间惨惨，
与我斗圣印，愿分化灵光，死里众生，罗刹之玉。世间之道，即我之道，一剑定决断，一世天光开，天使之玉。天使纵合战，神技圣元天罚，神技三路受逆，神技超明无际，如刃，挑灭一切虚妄。修罗之剑，不堪一击。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的能力全被压制。神技修罗，神器诛灭，天使之子，一个人确实只能够继承一个神器，但小五曾以献祭的形式与小三灵魂相融，所以当小五自愿成为修罗魔剑的载体后，小三便可避免神器冲突，通过灵魂的牵引，同时调动双神神力。正是因为小三小五的完美契合，才产生了这完美的武魂融合技，双神共存的奇迹。
颤声回声，你在我左右击溃你的诅咒，让故事不成无魂才不自由，守护你的家有哪怕未来如洪流也不曾经后悔，我是输掉的头情报是谁又传扰，你们的对抗只是徒劳，接受失败的命运吧。这不是天使神该有的姿态，武魂帝国为皇有罪。曹雪，我们赢了，我这将功一寸之长，我们做到了。来和我，来和我，来和我，一来你都恨我，为什么现在又要救我？是我欠你的，小雪，你不必原谅我，希望以后你能放下这一切，为自己而活。战争结束了，慢点慢点。风岛爷爷，我们村子为什么要改名啊？因为啊，我们的村子出了一位神。快快快快点，这还是史莱克学院吗？海山石神九彩神女前来祝贺诸位新人。竟然有神来参加婚礼，天哪，我竟然看到一个主神。修罗神前来祝贺。怎么又是他？我们参加的到底是什么婚礼？仪式马上开始，有请新郎新娘。
成梦一场，那迎风呐喊的海浪要多久多久才能忘。星星，我们真的要结婚了，我发誓我会永远对你好的，我会让你成为全天下最幸福最快乐的女人。傻瓜，其实能与你相爱就已经是最幸福的事了。去的泪才能淹没了脆弱，一次次的勇敢与幸运梦相拥，好想继续梦，让你疯狂自由，璀璨逐渐烈焰，别怕未来的模样辜负曾经的凝望，有多少理想就有多少次成长，那沿途的风浪也不过就这样，这一路光有你陪伴。小五，你好美。哥，我终于成为你的妻子了。我爱你，小五。我也爱你，永生永世。此来是有一份大礼。你送的大礼还少吗？我将要去遨游宇宙，不知你是否愿意接替我执法神和神王一职，加入神界委员会。唐三，我也有这个打算，你可以以海神、修罗双神之位执掌神界。